年少不知少妇好，错把少女当成宝。你们都喜欢妈妈吗？这就是你们来看我的原因吗？因为我是阿姨，我再过一阵子说不定就变成别人的老婆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我当成是人妻，然后享受曹氏宗亲会的快感。你们比较喜欢三四十岁有成熟女人的味道，最好是掺杂其他男生的味道，这个是最棒的感觉哦。人妻养成妻化，你们想想看，把一个女孩养到大，再把她养到变成人妻，各位，你不觉得这一段是很好的投资吗？